家没有加热东西，不知道怎么把巧克力融化的话，要怎么办呢？先把这个巧克力变成块状，这样子比较好让它融化，然后把它放在那个塑胶袋里面。变这样子了。像每一间所有的店都有热水，还有一起这个妈妈的爱心宝宝，巧克力先把它绑紧，塞个结，好，它进水，两个四级，要留一点空间。太满了，很快就可以看我们的融化巧克力有没有成功了。现在过了一个小时，看我们巧克力是不是真的有融化哇？好紧张哦！成功耶！它是软软的，它已经可以拿一个巧克力。成功了，耶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，好失礼啊！